特别客家移民讲英法法统，今年开始，今年是第35年嘞，所以法统未空太落盘。适合全台各地35尊移民者同种种公家协会来到台北，社工系盘前太个祭拜，安都乡亲对台北市客家文化贡献，穿墙用行街很多种种经验同，现场民众浓浓热情来参加。台北移民嘉年华法统届头一年，因为今年是第35周年，所以摆呢动神态，其中呢其中呢35件嘅奖庙，都全台湾各地来嘅移民者，还有中央党来到两会，其中乡下来参加两摆法统，其中呢殿下为对台北市文化主题公园、桂路全场巷路、巷道主祭台的作为众神纪念统嘅配合。现场民众动热情，一摆硬身游中佛堂，还有头一摆来参加个新出名团体乡下来体验。内面有对台中东势来个景庙，昨年从日本字典个神父来游走，还用台北都会去个秘密字，就展现出当年族群勇敢个意象。东势来，朝圣先师祖庙，我们的一般的衣服就是这样。穿的就是这样子，有点日本式的。好，我们大家来哩，今麦是嫁过来的，好，所以我也是汉人，好，我从今年来汉人，所以他们还是越南的，来参加一些汉人的节目。工作人员将庆祝播种移民庙祝庙的移民者身份送到温厝台顶的会场。三年前下温厝的仪式，度过这下总统聚会的代表，韩国被独揽国建旧庙的带领下，本前都到台北都会去代表的行业，向下参加法统继续传承移民的精神。不聊到游子啊，哈，在北漂的人啊，心理上有个寄托了。最重要是这样。要到法统都很客家语呢，中央信仰中间同好。伫咧一个生态国泰的期盼的一个感染话费，所以今天派一台饮茶，同阿哋总用工向下上来台北。三年嘅法统，还会进行千年开坛奉还，从此有界法统，还可以摆为有民众老表人团聚，向下行路到新年店送钱。阿娘喊下多嘅后生人，每做得来感受丰富童年界客家庆典。客家新闻台嘅费千米日台北报道。